们的期末报告有分组，题目是总体经济学，大家可以找两到三个人一组。分组报告，可是我谁都不认识啊。那你觉得这个跟这个哪个比较好？两个主题都很有趣耶。我觉得第一个。因为比较喜欢第一个。对啊。不过第一个的话，感觉比较好发挥，比较多例子可以讲。大家都找好组了吗？老师，我们两个人一组。好，那还有同学没找到组别吗？没有。那以真，你要不要跟后面两个同学一组？好啊。嗨，我叫心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嗨，我叫以真，我是文唱系的。我是以君。我们俩要不要加个好友？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拉进群组。好啊。来扫一下 QR code。OK。有了有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要讨论报告？下星期一四点可以吗？我。我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到时候一定要来。好好。好孤单的感觉哦。好累哦，先睡一下好了。一阵，快点起来了啦。谁呀？没有人啊。在这里，在这里啦。你会说话？哎呀，这不是重点啊！我要跟你说的是，只要你完成我给你的任务，我就能帮你实现一个愿望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好啊！我想要交到朋友，你可以帮我吗？那你要先完成任务，我再看看。好吧，你说吧，任务是什么？是梦哎，不是梦吗？这是给我的任务吗？打招呼，微笑，帮助同学，好像有点难，不过就试试看吧。Hello， 早安。早安。早安。我们是有带卫生纸，我没有带。哦，我有，我有。感恩你人真好。我们下午要在教育厅讨论哦，记得要来哦。好。Hello， 嗨。那你到了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喽。OK。你们有想要负责什么吗？我不想上台报告。那我就来上台报告吧。我收集资料好了。OK， 我也帮忙做一下报告。那我们就这样分配好工作，就开始做吧。
哎，怡珍，你知道这个乘数效果它是怎么算的吗？哦，乘数效果啊，就是你可以先查说当年的储蓄率，还有数值带进去这个公式，然后总额的话就是用政府支出乘以乘数之后，就可以得出这个数值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感谢你。等一下要不要一起吃午餐？嗯，那要吃什么呢？要不要吃阿布？好啊，我还没有吃过呢。所有任务了，你可以帮我完成交到朋友的愿望了吗？你不是已经交到朋友了吗？我看你们还一起吃饭呢。可是那只是同组的组员啊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做这些任务吗？为什么？这个是为了让你能主动与别人交流啊。你不能只是在那边等着别人来认识你，你也要主动去认识别人才行。而且你不是做得不错吗？你看。走吧，耶！